我至少赢了一把吧，分数输就到另当别论。哦，好难哦，我可以作弊吗？叫老爹来帮我按一下。哦，这个对于我们这种比较少玩的，那有办法、啊？格斗系，他是不是换队伍啦？我怎么记得刚刚不是这样？我是不是路还是优啊？蛋嘞啊！啊 ！Oh my god！Oh my god！ 我好紧张哦！我有找到路哈利欧了！哦，快了！不要！我扫不到啊！哦，不不，对啦，保护套的锅啊，打到一箱要输了。啊，不对，我派错了，不能选两只自己招式这样冲突啊！一场对战，只能够有一只宝可梦能够自己招式，这样就冲突，这样就亏了。好，我来不及了，按好一点。我有天灭地巨猿追。好好，不要每次都给我缩小好不好啊？哇，挫败啦！我能不能反击啊？奇怪，我今天是不是没按过黄色的符号？哦哦哦哦 ！Oh my god！ 有了！哦，我记错了，我以为是打士气。他还有一只哎。啊！打不赢啊！200,000怎么打了？根本打不赢，好不好啊？好奇怪哎！我也是派四星的、啊，不然呢？我派六星的哦，哪有六星的、啊？哦，这什么抓痒伤害啊？完蛋，我输得一塌糊涂。哦，又死了，完了！闪避力，能个神回避吗？哇，没有喽，至少活一只，但是死一只你的分数就会降了。我干脆跟他硬拼硬了，我露奈亚啦。我们露哈利为什么伤害那么低啊？奇怪了。这蒸汽弹是橘色，我记得钻针里面是蓝色的。你看，那是抓痒。奇怪哎！哇哈哈！我真的哭哭了。有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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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行了，力竭真的太强了。我最后一次要派谁啦？哦，我每次打到灭团，哦，不哭哦。哦，速度怎么那么快？完了，我闻到便当的味道了。下去领便当了哦！啊，没有人那么强的啊！做个活动打不赢！哇哇哇哇哇！我这比刚刚还惨啊，我派五星的还输得一塌糊涂。20，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有没有机会？有没有机会？有没有机会？有。终于啊！锁血反杀，来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200,000、300,000，有吧？安慰奖，哎，抱怨龟兽，哎，三星的，这只也不错哎，三星抱怨龟兽第4弹了，2400喷射火焰，
他是特工手。分数。我才他的一半而已。我第三名了，我打得不差嘛，所以只要有赢，你分数就会起来吗？但是那6万怎么追啊？我超级辛苦哎，我连续打2把，哦，我真的没有对策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桌上，摆了满满的都是宝可梦卡牌，我已经完全没有对策了，完全想不出来要打用什么打好，真的是没话躲啊，太难了。还是等到第四弹真正上市推出之后，我们再慢慢的去想说这个活动该怎么去突破比较好。对战积分杯的队长，他的宝可梦等级，我觉得我去体验起来应该有4星5星以上的程度。大家可以看到，我推了2场，第二场千辛万苦索血才打赢，而且他又有2只传说宝可梦在他队伍里面，这是非常非常难对付的。回想到刚刚我的对战。今天我的积分是打12万多，那今天的第一名，我觉得应该没有悬念就会是刚刚那个20万的玩家了啦。虽然说待会还有人会来陆陆续续接着来抢先体验，但是我亲身打过就会知道那个队长有多难打，20万真的是一个非常难突破的一个坎。真的很期待说，如果待会有谁可以突破的话，那他会是用什么样的队伍配置，用什么样的战术，然后他究竟是打到几分，又或者是到时候第四弹正式上市推出之后，如果你能够打到比我还要高的分数，超过12万，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和我分享你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战术，什么样的队伍打出了几分的成绩。因为我真的是绞尽脑汁，我把我整个宝可梦队伍4星5星的全部都带来了，我真的是毫无对策。虽然说我觉得我自己的拍击并不是打得非常好啦，但是我觉得就算是我打到了再好一点点的成绩，它应该也不会有天壤之别的差别。我觉得力竭这个对战队长有5颗火焰的星星等级，真的是非常非常强。今天我们来给各位分享一下我们第四弹的完整的卡池有哪一些宝可梦。大家可以看到，哇，这就是龙王裂空座，救急一兽42真龙，索尔加雷欧露奈亚拉，再加上中间本次的融合主角卡奈克洛兹玛。接下来下面这边就是另外一组融合宝可梦，也是本次主角家族丘雷姆、杰克罗姆跟莱西拉姆。5星还有这张非常非常重要的宝可梦甲贺忍蛙，宝可梦能量虽然说只有3000，但整张设计起来就像是一张特别卡。你看右上角写一个什么词，超强。对，喜欢甲贺忍蛙的本次就是要来抓这一只。